大家好，欢迎观看魔道祖师绝望之际，魏无羡将全身力气悉数寄予阴虎符中，两半小巧虎符爆裂之际，在场所有人都呼吸紊乱，经脉倒流，一个个倒下哀嚎，好不凄惨。当然包括始作俑者魏无羡，他这一招与自杀无异。片刻，一个苍白身影颤巍巍站起，一袭白衣早已被沙土血迹染得污浊不堪，唯有额上一指宽卷云纹抹额未沾染丝毫污迹，仍端端正正戴着，衬得那漆黑的眸子越发冷冽幽深。蓝忘机艰难走过去，魏无羡整个人倒在血泊里，脸上七窍都有血迹渗出，就像被人按在血水里又捞出来。蓝忘机心头一急，眼角色的生生逼出眼泪来，调息片刻，吐出一口血水，慢慢扶着魏无羡御剑离开了。这边四大世家的人俱是伤亡惨重，跌瘫在地无法动弹，只有修为高的几人勉强能站立。蓝曦臣眼睁睁看着自家弟弟带走了魏婴，自身又受重伤，只好先赶回云深不知处，求叔父出面把蓝忘机带回来，也免得其他世家趁机把脏水泼在蓝忘机身上，说他与魏婴是同流合污。蓝启仁深知这个得意门生的性子看似随和，实际上执拗得很，他迅速召集33名与他同辈弟子，浩浩荡荡往夷陵去了。蓝曦臣放心不下，随他后面追上来，叔父忘记他，你不在家里养伤，又巴巴跑来，是怕我把他带不回去吗？蓝启仁确实是气急了，这个魏婴的确是祸害，他引以为傲的弟子是仙门百家趋之若鹜争相模仿的对象，怎么现在跟一个十恶不赦大魔头搅和在一起？不是，叔父您别怪忘机，嗨嗨。蓝启仁看着面前这个如自己亲生儿子般的侄子，脸上竟有少有的慌乱和急躁，他的心又软下来，只要他乖乖跟我回去，我自然不会为难他。蓝曦臣仍一脸期待，看他也不为难那个谁就是了。蓝忘机果然带他来了夷陵，因为他记得魏婴说过这里有一方血池，养伤极好。将魏无羡瘫软的身体放在血池里，蓝忘机不顾自己伤重，仍误自己他输送灵力，眼睛紧盯身边那人，嘴里翻来覆去一直在说，我信你魏婴，你醒来，这世上还有人信你，我带你回家，回云深不知处，我们藏起来不问世事。忘机，跟我回去。蓝启仁进来就看见蓝忘机泪眼婆娑，跪坐在血池边，失魂落魄喃喃自语的样子，不由得又气了三分，罪恶狠狠的道，蓝忘机置若罔闻，眼看自家叔父胡子都要吹到天上去了，蓝曦臣赶紧过去拉他，忘机，叔父和众位前辈专程来带你回去的，你快起来。兄长，他死了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他一定是怪我没有跟他站在一起，故意装死吓我，对吗？你知道他最是鬼点子多了，蓝忘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兄长，你救救他。他近乎哀求地抓住蓝曦臣的手。蓝曦臣已不记得多久没有在自己弟弟脸上同时看到过这么多表情了，他兀自心惊难道，忘记对魏公子。这边蓝启仁却容不得蓝忘机不顾身份的发疯，他走过去探了探魏婴的鼻息，早已冰凉一片，忘机魏无羡早已身死，连魂魄都被他自己打散了，你还给他输送灵力做什么？魂魄你究竟有多狠心，竟连魂魄都不想留在这世上？魏婴，蓝忘机像是气急又像是发泄，挥起碧尘毫无章法一顿乱砍，剑气乱窜，在场之人竟无一幸免，他自己也挂了好几处彩，历尽倒下之际，抓住蓝曦臣扶过来的手，吐出最后几个字，兄长，那个孩子。蓝曦臣顺他眼神看去，血池边缘的角落里果然蜷缩着一个小小人影。再次醒来，蓝忘机已经身在云深不知处了，蓝曦臣坐他身边，翻看着他旧日研习的琴谱，看他转醒忙放下来摸他的额头，忘机，你终于醒了，吓死大哥了，你昏迷了十多日了，十多日。那魏婴还有阿苑可带回来了？蓝忘机只觉得睡了一瞬，周身都酸痛不止，哪知竟过了十多日了。那个孩子叫阿苑吗？他倒比你好些，前几日就退烧了，只是身子弱些，怕是得慢慢养才行。蓝曦臣一边扶他一边拿靠枕给他靠着，至于魏公子，他本就怒火攻心，又急于发动阴虎符受力，太过自己震碎了心脉，而且他似乎不想留存于世，临死时自己把魂魄都散尽了。蓝忘机呆呆坐着，那他的尸身。忘机，你知道这次各大世家都伤亡惨重，他们怎么可能放过魏公子，哪怕他已经死了，
在你昏迷的时候，各世家已经齐上夷陵，一家一道咒家将他的尸身永远封在血池洞里了。蓝忘机再也听不下去，他挣扎着下床往门口奔去。站住，姑苏蓝氏的脸还嫌丢得不够吗？蓝启仁挡在门口，既然你还有力气胡闹，那就到戒律堂来给各位前辈们一个交代。蓝忘机隐约记得他最后好像打伤了人罢了，快快领完罚再去夷陵，毕竟魏婴的尸身还在那里。蓝忘机顾不上穿外衣，紧着中衣就坦然跪在戒律堂前。你打伤了33位前辈，现在打你33鞭，你可有怨？无怨。好，来啊，执行。这第一鞭打你不敬尊长，第二鞭打你不辨是非，第三鞭打你忘交奸邪，三鞭下去，鞭鞭劈开肉绽。蓝忘机愣是梗着脖子一声未寒过。见他这样分明是不知错，蓝启仁气到蓝氏家规第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邪，倒难为你记得。你还未等他说完，蓝忘机已经抢先问他敢问叔父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。好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，给我狠狠地打。背上戒鞭疾风骤雨般落下来，每一鞭似乎都要把魂魄抽干。蓝忘机脑中早已没有了思维，只凭一个念头撑着。那个人还孤零零躺在脏污的血池里，我不能倒下。三鞭下去，鞭鞭劈开肉绽。蓝忘机愣是梗着脖子一声未寒过，见他这样分明是不知错。蓝启仁气道，蓝氏家规第52条是什么？不得结交奸邪，倒难为你记得。你还未等他说完，蓝忘机已经抢先问他敢问叔父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。好，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好学生，给我狠狠地打。背上戒鞭疾风骤雨般落下来，每一鞭似乎都要把魂魄抽干。蓝忘机脑中早已没有了思维，只凭一个念头撑着。那个人还孤零零躺在脏污的血池里，我不能倒下。疾风显然吸尘惊愕万分，实在没想到蓝忘机伤重至此，还不忘那个人心有余悸问道，师伯您可是有什么办法？衣冠样中年人也面露不忍，拱手道，宗主如今之计只能封住二公子50。蓝曦臣倒也不是没想过这个办法，但做兄长的总是不愿意强制蓝忘机去做什么，如今封住他的50，只怕来日忘机责怪于他罢了，性命攸关顾不得了，以后弟弟要怪就怪我吧。算起来蓝忘机已卧床半年了，蓝曦臣有时间就来陪他，明明是封闭50的人，有时候却会无故滚下泪来。人蓝曦臣再不敢相信，也看清了自家弟弟对魏无羡的心意了。这位公子在不夜天已然抱了死念，要是他知道忘机对他，当日会不会稍作留恋呢？宗主先生，请您过去正屋子感怀，一个小弟子轻手轻脚进来通报，嘱咐好照顾蓝忘机的人。蓝曦臣往竹室走去，蓝启仁独自坐在岸边，盯着一摞手抄的家规发呆，任他再迟钝也从蓝忘机不要命的态度上看出端倪来了。这半年他一边恨铁不成钢狠心不去看蓝忘机，一边又怨恨自己当日着实下手太重，一向端方雅正的他竟少有一股萎靡不振之态。叔父听到蓝曦臣拱手向他行礼，他才回过神来。曦臣，此次百花宴上今世所谓你怎么看？蓝启仁抬手示意蓝曦臣入座，兀自开口问道。蓝曦臣颔首谢了，入座到金光善力宝薛阳，怕是包藏祸心，有大阴谋。蓝启仁叹道，纵观百家，兰陵今世确实实力非常，听说不少小门宗都争相依附于他。是，今世如今一家独大，怕真像魏公子说过的那样，今世想取温氏而代之。蓝曦臣说出这个名字又暗自后悔，魏无羡一向为自家叔父所不喜，只盼不要迁怒于忘机才好。果然蓝启仁眉头紧了几分，他急忙岔开话题，当日岐山之祸太过惨烈，几大世家至今还未恢复元气，万不能再有一个岐山温氏了。不过蓝启仁也只是叹气更甚，点头道，看不出金光善竟有如此野心，如今之计唯有跟其他世家商议，千万不可眼看着今世做大。蓝曦臣暗自松了一口气，附和道，士聂宗主为人刚正不阿，我相信他绝不会攀附金氏。江氏虽与金氏有姻亲，但江宗主一家都深受温氏毒害，相信他也不会冷眼旁观。不如我下个帖子请二位宗主前来一叙，到时再做商议。蓝启仁点头默认。蓝曦臣眼看着自家叔父半年里似乎苍老许多，心有不忍，温生安慰他，去世伯说忘机恢复的极好，我也安排了妥当的人去照顾叔父，不要担心。蓝启仁抬眼看他，又疲惫的闭眼。蓝曦臣往前欠了欠身，温声问道，叔父还有一事要请您示下。
不及蓝启仁拒绝，蓝曦臣便紧接着说道，当日乱葬岗带回来那个孩子，当时病得太严重，似乎记忆有损，之前的事情一概都记不得了，忘机伤重之下都不忘带上那个孩子，而且质子无辜，不如我们。姑苏兰氏三千多条家规，没有一条是说见死不救牵连无辜的，纵有再多怨恨，又关一个孩子何事呢？那便找一位宗亲以收养的名义记在他名下吧，以后就以内门弟子代之。蓝启仁本就是良善之人，自然不会迁怒一个孩子。多谢叔父。蓝曦臣不知是为谁高兴，半年内竟第一次欢喜起来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解到这里，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